完蛋，不好意思，接电话，不好意思。喂，哎，倒好的了已经啊，不是，董亮是不是来那个的？他是不是跟你我的？我已经，啊、哦，好的好的，嗯，我晓得的。啊，我一说，我一说，啊啊，啊，好的好，我晓得的，嗯，好，啊，再会再会再会。哦，接了个电话啊，不好意思，这把大哥有点刺激。我跟你讲，对面这把一百大克，对面这高战神的优势其实已经荡然无存了，真荡然无存。而且三攻点杀是这样子的，即使啊，我是说即使一个单位被封中了，照样能点下去的。他只要有两个输出能出手，都能点下去，都真的是这样子的。直接开始点法系，他这个伤害好像有点稍微欠缺，但是他的法系应该没我们的法系速度快，我们法系减10%的速度，他的法系减30%，他的法防比较高啊，应该说灵力比较高，没事爆了，法系摁下去了，而且对面出的是一波壁垒，也就是说目前来说我们这边的所有单位都没有被点杀的风险，除了大唐啊，可能是一把抓一把长驱或者一把抓一把扫，先抓把七杀会把我们大唐先摁倒，有可能会这样打，然后控普陀，控我们的恢复，下把只要稍微防一下大唐就行了，就不用很防，稍微防一下就好了。一把笑里干将齐了，我们继续补光辉，法系又把凝视，再点个大，看龙骨秒伤害3800 OK 的，这把 OK。 这个把我防御了，他为什么防御呢？他没必要，对面女儿只能开始三飘打一下节奏了，不三飘不行啊。破血清这是法防宠，看龙骨秒的伤害还行，没灵动能秒这些，已经秒得进去了，没讲究雁门关，我可以讲雁门关要输了，最多打到10:30，差不多了，被三攻这样冲下来啊，打基本上扛不住。看我们这只龙龟能不能稍微小绿一绿啊，小绿一下啊！感谢这个朋友送打 call 啊，谢谢。这个龙龟对吧？先绿他一个啊，这个宝宝到时候再绿他一个啊，对面就差不多了。啊、这个宝宝别绿死，我跟你讲，节奏。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嗯，超级大克，这把也是超级大克，跟龙打云差不多的天打龙。为什么说天打龙也差不多超级大克呢？因为你基本上开天阵的起码三攻以上，你不会说耽误你去开个天阵，你不太现实，对吧？拉起法系给他吃个罗汉，直接黄泉之息守尸啊，但是没守住，弹了个甲，不知道有没有长驱再跟上，点了个大，那没用了，这也守不住了，
有罗汉不太秒得动，怎么秒400多，这法防很高啊，看来最后点杀还是靠大唐。绿，这宝没绿，那你也别绿，你也走。这他妈到底是绿了还是没绿？这宝怎么那么多血？这宝不已经绿过一次了吧？感觉这宝血好多。这样的话，普陀没宠，普陀没宠啊。我们这边人物状态血都是满的，毕竟他法系刚刚是倒地过的。对面上了把国标啊，没有上两封，上两封的话，我们这边反而不太好打。破甲文业怎么说？准备点文业了。小爽中了，射魂给大唐防把点杀，起刀3800，你疯了吧？感觉要被空切了，被他七杀刷到了。不是，这后面为什么不贴呢？我就很搞不懂啊，这我们血量都是满的呀，这都不贴，我真的没搞懂。这把贴住了一把金青不就 OK 了吗？啊，真的蝴蝶全运气啊，有时候就是这样的。其实从第二刀开始差不多就已经可以贴了，这都不贴。这个蝴蝶圈防点杀是做得很好的，已经知道了你这把会点杀了，先丢个摄魂降低你大唐的伤害，然后后面靠贴对吧，然后我们在法系出手之前一把金青对吧，就那就结束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那这把被点杀真的很亏。明智法系在流音法系想抢一抢法系的速度，丢破甲破一个保护，再破一个保护，也就这两个保护可以破了。他大唐摁翻就那就舒服了，直接抗龙点很自信，翻了，很漂亮啊。还是一样，这把点下来之后我们就没有被点杀的风险。刘云宁至少会加一加，两只法防宠先把法防起来，就最好给文一的宝宝顶个大。宁之地府，你想干嘛？想比我们大唐慢了？想让我们的地府比他们大唐慢是吧？啊，不对，想让我们的地府比我们的普陀要慢，因为我们现在地府是比普陀快的，地府人可以开普陀。没有给文月宝宝顶大呀，有点晕啊，这样人死宠飞不太好，不太舒服。下把文也可以起来了，地府是有水清的，地府可以水清普陀，普陀拉宝宝顶个大，龙宫拉个宠，大唐可以起个塔准备破血去清清宠。感觉宝宝质量上还是蝴蝶拳要稍微高一筹的，大招风没用了，我们这把肯定水清了，没讲究。别过去啊兄弟，别过去啊，我操！我服我服我服，这我真的服。运气是还是对面好，真的是还是对面好。被他缓过一回合，他拉起来是可以长驱收我们龙宫师的，这个东西真的很关键。还好宝宝绿了，这个不能这样子缓一回合的，一回合真的很关键。关键是这把我们地府没我们普陀快，普陀开不出来，文业还是拉不起来。我们这些法防宠都是配物理的，配不了辅助。
还有七宝解掉了，先不要飘中个法系，大堂拉起来了，抓加长须吗？想压一把我们大堂，也是七杀没刷到，大堂是耐的，还是比较稳健的。我靠，这个宝的速度比较快，可以配上普陀，那普陀可以拉起来，普陀可以拉法系。没配上，拉不起来，晕。当时他残血，全顶大了。OK， 那这把大行也没翻。双方互相长驱啊。他们打三攻，你得稍微会贴一贴呀，这样还防点杀还能防到什么金青这种还能放出来或者卡掉。这放了个上了个摄魂，你都一刀都不贴，大哥你还是被大克呢。现在对面没灵动啊，直接上了普陀，普陀是有把大的，普陀这把应该是会，要么刷灵动，要么拉人吧，给大堂挂小死，普陀是被笑了啊，金青没金出来，大堂是翻了，被空切，又是被他刷到一把七杀。抓大堂的速度，龙腾法系，那法系也没动，因为金青没金出来。不行，这宝没高兴，因为有点晕眩，那被这个力劈狂劈，我靠！那感觉蝴蝶兄弟不稳啊，这样子搞，这宝得稍微绿一绿啊，这个不太好扛啊，这样子搞的话。本来我觉得蝴蝶拳应该可以的，这把三攻大克对面，对吧？这其实是很好的，但我感觉现在真的是有点不稳。继续三飘，飘中个普陀，普陀应该拉宠了，宝宝拳得拳挺大。感谢这个朋友送的打 call 啊，谢谢。地府金了，龙宫再群秒。操！宝宝绿了，不是说高战神的人的宝宝都不太会绿的吗？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？晕死！一批继续批这个法防宠，又爆了！哎，这个法防没高幸运，没高幸运真的有点亏啊，我感觉。几个盾。现在局势还可以，就是两个单位要回伤，而且普陀还要刷灵动，有点忙啊。不过他们对面地府是不敢驱散的，我们这个普陀的灯是驱散是会回血的，他只要灯点上了，那就是点上了，不会没的。这蝴蝶拳还有这个优势啊，对面地府如果做过功课就应该知道了，这个我们灯只要点上就不能驱。其实我在想，我们把灯点上之后，普陀、啊、找个机会先放个清净菩提先稳一下，就算把灯回掉也划算啊。他也回灯了，再接把罗汉，扛一下法系，再金青，回波血，再加个大金，直接点大堂，看这把能不能点下来。如果是两把龙腾能点下来，血回满了也能。哎，哪那么多他把这龙卷了，哪那么多金甲啊，我靠。那这个点不下来了。主要是他加了把罗汉，也没算到罗汉。我还好力劈先把这个龙龟劈飞了。
我们也飞一个法防虫。这样子点的话，超亏啊，点不下来。我这边的行血应该还挺多的。又飘中普陀，他怎么把把飘中普陀的？点法器了，一刀直接带走。还好是二龙点的，要是龙卷的话，大唐也翻了。这只绿皮虫要清掉，我记得这只绿色龙龟也是没幸运的，要清啊，不然的话这个我们是法防虫拉出来就是给人家清的，现在大唐肯定是一把破血，还有一把破血，没什么讲究，不点杀，他点杀就是破大唐，不点杀就是破龙龟，我估计破龙龟保持龙宫群秒下把再点，应该是这么个套路。千术开普陀，普陀先点灯，这回不上来伤搞毛啊，给地府丢个破甲，提前丢一丢啊，直接变甲点地府了，这么变态不是吧，妈地府要是点不下来，你那对面要崩了，如果对面你他妈我就没见过这么不会贴的，我刚想说如果对面地府点不下来我们这边就稳住了，哎，不是，我就搞不懂为什么老是出现这种情况，这种明显可以贴的为什么不贴，这普陀血那么多，龙宫血那么多，你告诉我不贴，如果大唐都是像这样打的话，我也会打伏战，我也能打，那反正扫上去他妈最后一刀不贴的，那玩个屁啊，这地府被点倒的本身还好，就主要是第一个少了个恢复点，第二个他少了个罗汉点，本来他还能吸收一下龙宫的伤害，这真的是唯一还要下把才能起来，这把大招封龙宫啊，硬防一把点杀应该是，这叫普陀点灯了，当灯点上赶紧了，还好这绿皮飞了，对面狂防守啊，就是怕被点，这龟估计要防御了，文叶的宝宝也要防御，就这两个宝宝防御就好了，这个好几回合都没灵动，我看对面下巴准备点谁，给普陀炸进地吗，普陀要起盾了，独自进大堂，但他破血的是龙龟，哎，龙龟为什么不防御，绿也不绿，哎，这宝宝也不知道绿一绿，很烦恼，文叶可以拉了，原叶也能拉了，可能普陀拉地府试试看吧，地府还是得拉，强拉一把呗，对面玩的酷点，这把直接可以开无间了，其实开无间大唐地府会倒的，地府会被秒倒，全普都没宣中，好的，那这样地府能拉起来啊，摄魂点大唐没带灯，地府先出个闯，当长驱守住地府，我们大唐防御了，
一样的，下巴还是我们普陀拉蒂夫。绿，好，终于绿了。龙宫已经弹经脉了，神龙摆尾，受到物理伤害会降低20%。很紧张啊，怎么办呢？这把对面女儿封过来，普陀基本上是会被圈中的，头上顶花，地府估计起不来。龙宫可以拿归宿拉，拉起来是起个盾，关键是下巴他没人开普陀的话，伤回不上来，还是一样回不起伤啊。三飘飘的，我靠，三飘还飘中，光辉也没补齐，我们好像就等于对面大唐又平白无故多了个野兽。怎么起刀总喜欢爆的，这后面几刀永远都不会贴，我就没见过这样子的比赛。阵法上被大克，你不能运气上阵法上大克人家，你不能运气上大克回来。还好假弹的比较多，我真的是有个神龙摆尾在稍微好一点，这扛物理还能扛住，那这样勉强是没死啊。不知道人家会不会砸钱，砸了钱他妈的还有宫宝宝，不知道说点什么好，真的。这蝴蝶拳打 PK 啊，可能碰到这种队伍，他运气上就一定要欠缺一点才行，硬件好他运气就得差。比如三飘飘普陀，这个一定是飘中的，对吧？反正只要点着普陀飘，别的不管，普陀先飘中再说。然后大唐扫过去，最后两刀是不贴的，啊，都是这样玩，或者贴了也是死了，就是空切的那种。再点灯，大唐再破血。就说啊，宝宝绿了一下，这绿还是要让你绿的，没办法，给对面的龙宫加过流云了，现在他对面龙宫比我们快，比我们法系快，拉起地府拉宠，对面宝宝很多没动啊，全贴大唐了应该是，啊，普陀11段抗风是吧？没用的，你运气差，你是这个是没有办法，我就告诉你好了，一点办法你都没有。我现在已经差不多看懂梦幻这个游戏了。我现在讲梦幻最大的外围是不是运气？真的是运气。就是切进去这把三宫大克对面，三宫天阵大克对面国标龙阵，我想想看。以蝴蝶拳的硬件，蝴蝶拳的这个指挥来讲，很稳健的，应该没什么问题的。结果你跟我说打了20多分钟，打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怎么办？无间地狱了。挡劫防御，最好这刀也不贴啊，可以的，还好大唐扫完再毒，这样可以先回血，龙宫取秒还能稳住，再顶大金。稳住了，清掉一号宠，再点个小四海，这样地府也稳住，不会出个须弥直接崩。对女儿一速，按道理来讲应该是拉须了，如果是拉须的话应该会秒到地府啊，大唐宝宝是有个灯的，灯回过血之后地府肯定是血量是最少的。所向披靡能不能拉，这把可以拉，所向披靡千术开普陀，普陀拉起龙宫，地府直接丢摄魂，直接强点了，怎么办？只有
只有这样先压一波。如果要强点，要强点也只能强点大唐，点法系没意义，法系速度比我们快，强点完了他已经出过手了，下把普陀一拉他又能出手，拉虚了，点到地府，如果先稳一下那就不拉，先点灯点地府弹甲。哦，这两把甲弹得很关键，没有稳一下先拉人了，摄魂压人没错吧。如果说他要打，如果他要跟他对冲就是这样的，没什么讲究的。你开无间是吧，你开无间是吧，好的，那我就跟你对冲了，我不管了。你三攻不能虚人家，地府翻了，地府翻没事，普陀可以直接拉。现在问题是要把这边大唐给摁翻，大唐摁不翻你没法打，真的大唐摁不翻你没法打。没翻啊，很遗憾没翻。其实如果不是摄魂，是挂小死亡加横扫说不定就翻了，主要是怕大唐被飘中啊。这把还是一样，普多拉地府，地府毒一口，感觉要点文业了，感觉点文野，会不会点普陀呢？普陀点个大金应该能站住啊，对面大唐有摄魂没干将，这普陀应该是还扛得住，而且有无间地狱在，他也不会去啊，又是飘中普陀啊，有无间地狱在他也不可能去抗龙普陀的。点文野 啊，感谢这个朋友送打 call 啊，谢谢，接住 OK， 文野没事，直接扫女儿村。兄弟多抱几下好吗，抱起，又群秒，他妈群秒估计不会死吧，弹了个甲啊。思路其实是对的，好像只有把他女儿摁翻了，好，这把女儿翻了是我跟你说是关键点。现在对面大唐没踩拳啊，他刚用的是破血点的。女儿翻了之后控不住我们这边的人，我们这边输出点就能输出了。五间还有最后一回合，他女儿未必站得起来。他如果是普陀拉的话，女儿是未必站得起来的。我们奶虚也多。就现在已经是硬刚了，对冲环节。不跟他们嘻嘻哈哈，普陀拉没带灯还可以，直接笑普陀丢无魂给大唐，他长虚了，没中无魂，没中啊，点死一个法系这女儿可能就站起来了，一批批虚迷，不知道归宿拉起地府，地府是怎么操作的，有没有什么比较亮的操作。地府拉起来毒了一口，OK， 现在无间没有了，现在对面女儿算是残血啊，头上是没有灯的，也就1000多血，这把对面应该是压大唐，没悬念，压大唐2000多万吧，反正2000多万战神，这把肯定是压大唐的，不过他大唐好像比我们地府还快，挑了个宝宝，又是一个灯啊，点个灯，又是点地府，血腥的法系没血腥地府，那地府还是翻了，宠都没出来，继续破血压女儿村，女儿估计强拉了，
他这样打的话，女儿应该是强拉的。保持群秒。好，虚弥飞。双方打的血肉横飞啊。再拉宠，土豆这把只有拉宠了。对面大唐这把用的是横扫，可以安全。灯毁掉了，冲着虚弥清掉这宝宝，直接扫大唐，压他一把血量。翻了，这把我不扫你，下把你就要扫我了，是没办法，他也只有这么打。绿，啊，宝宝一都不绿了。这蝴蝶拳，我跟你讲，这把应该敲，我实话讲，这把应该敲。这只是个虚弥，这只宝宝也残血。大唐现在休息，出不了宠，两个人挂小死，普陀被封。感谢这位朋友送你打 call 啊，谢谢。这个我感觉有点稍微有点难，不太好打。我估计对面女儿可以拉虚了，已经继续拉虚，这宝宝还翘了，又拉虚，实话讲对面运气实在太好，你没办法，这个实在很难讲。算了，就这样吧，反正后面也没解说了，我这场解说完就下播吧，好吧。你跟他比运气确实也比不过。你能告诉我，如果这个不叫要翘了，那他妈你能告诉我还有什么别的选项吗？这个。这要是能翻盘，蝴蝶，这要是能翻盘，得叫皮哥来了，得皮革来了。我就这么告诉你，天打龙啊，对面大唐扫过来，大唐被大克，按道理讲伤害应该不会那么高，对吧？好，他最后两刀永远是不贴的，那我就问你，这怎么打？他最后两刀永远不贴，你告诉我怎么打？就是点谁谁死，因为你最后两刀不贴啊，你前面反正本来不会贴，最后两刀他妈也不贴，那玩个毛线？就这样吧，你看了。